咋的了？给打上急救药了。哎，再给他打，再给他打。刚刚给他打上肾上腺素，往心脏呢，就让他高糖，给他喝了下，强救了一下，现在基本平稳了。但是还是怕伤人，一有伤人就激灵激灵。宋大夫说这狗不是心脏的问题。一有动静就机灵一下，一有动静就机灵一下，感觉到总是很害怕似的。这个吉英强状态不好，但是我也不想放弃他，也不能往医院折腾他了，因为他心脏不好，在车上颠簸吧，就怕他一下子过去。在大夫那块求的药，我刚给他就是点上，我就是不想让他死，希望他能再活一阵吧，因为他在他主人那个家里，我估计是就长这么大瘤子也是在外头冻着，看家护院一看有病了，就给送到收购车去了，所以想咱们在这儿多活一阵吧，还是想让你多活一阵，给他点好吃的，让他感受一下就是人家的温暖。他住在工人这个屋子里，工人对他也特别好，我就希望他真的再能活一阵吧。尽力吧，今年看看点完了，点完了第一，为什么效果？真的希望他能活一阵。特别的坚强。哟，给他睡觉就是，感觉不那么喘了。我估计他这癌症已经散哪都是。你等等等等着啊。慢点抱的心脏还是不太好，我要给他点滴了。哎呦呀，那个胶带是止血带，在哪儿啊？胶带在那止血带。好，等会儿啊，妈妈给你点。今天好点了，能吃点饭了。坚强，还好吧啊？总算吃饭了，他都几乎都不想吃那虚脱了。还能吃点。太好了，快给他，快给他。别惹他生气，心脏不好，你给他两个小白眼呀。强，今天起来了。因为都站不起来，腿都这样病，今天起来了，什么时候喝呢啊？接着点滴，看看还有效果。怎么了？再坚强点啊！还会好起来的，是不是？会好起来的啊！坚强啊！还会好起来吗？会的，是不是？让妈妈上火啊！咱俩好起来，好起来，妈妈再给你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坚强，可怜的孩子，今天就吃饭了哈，好天都不吃饭。看看，这是坚强治疗的第三天，今天好多了，今天吃了好多茶。看看今天眼睛是不是有点深了？宝贝，希望你多能活一阵啊，妈妈给你好吃的。今天治疗第三天，好多了。这边也没法查，可以呀，小可呀，这个胳膊上也是一个大瘤子，不怕不怕啊，好孩子。坚强啊，好多了，最起码能站起来了，多活两年啊。好嘞，今天是那个坚强治疗的第四天，状态这样还可以，知道摇尾巴，给他吃点肉肉。这是网友捐的款，给他买的鸡，没有，因为基本没怎么开业，就在那个新三中一个熟食店买的，买了两袋这样，给他买一点吃。吃吧，坚强，坚强，对，少吃骨头，给他多扒点肉，挺能吃。把那肉肉给他，对，肉肉，坚强，坚强，在这儿。
你摔着呢，啊、这儿的肉，这儿呢，宝宝，哎，别上你烫啊，孩儿，烫烫，这儿呢，肉在这儿呢，烫可烫了、啊，嗯，快吃，哎，老能吃呢。嗯，还吃了好几根肠，今天挺能吃。挺能吃，没少吃。吃这边还有一点点滴还没点完呢，一会儿还接点。谢谢谢谢这个网友，坚强好多了，感谢你们。